冰冻哥惹生日趴啊！啊，蛋糕没来啊，大娘惊喜啊！暂停啊！撤料！啊，不，祝好姐啊！小猪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大家点姐，小声点。好，开始。不开心啊？光喝光立牌。客气啊。好，立牌啊。啊，点着了，锅。来了吗？好。生日快乐，唱歌。麦克风啊！你无开，我是什么愿啊？你拿那个当麦克风，真对吗？许愿。台湾喜欢的就光光不光光炸炸蛋糕呗。听到啊！亲姐妹哦，亲姐妹，成功。第三款有吗？许愿哪给的啦？再花，那准备花姨啊！今年我真希望可以，今年生日可以不要再用蛋糕。就近距离接触，很差了，不要在第三点了，慢点距离一点嘛，好不好？第二趴让我许一下。第二趴，啊，你要过去啊！你也是受伤。啊，你要过去啊！对啊。那第二个，你再许一下。我们准备好饭了，许一下。早比较早。像今年就可以脱离单身了，对呀，嘉宾啊，脱离单身，明天我就不用办身份证，关几遍就可以了。可以唱情歌。OK， 就这个，第三个保留。许完了吗？许完了吗？许完了吗？这张照片都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可以唱到什么？小轩，小轩，小轩，进来啊！小轩，啊，你在进来啦！好，谢谢。我希望我赚大钱。好，实际，非常好，实际的。谢谢。就做你而已哦。大家都赚大钱。好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爸爸金钟钻。喝好吗？洗完了吗？来切一下好了。爸爸吹蜡烛，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啊，你洗完吹一下。这个还没有。等一下，还有点上去。哈哈哈哈哈！金钟牌。
告白啊！这个是服务十五年的那个。容易啊！哪个呀？艺术跳哥，别错了，现在都跳过吧。哦，挂电话。买买买好了，挂电话呀，挂电话。